嗨，我是九月，今天带你们去拜访一位在米其林餐厅工作过的厨师。圣诞节快要到了，趁这个机会和他学两道拿手菜，也好给家人露一手。他就是罗朗，据说是最会做中餐的外籍厨师。哎，九月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在准备我们节日的菜单，一个烤鱼。听起来好棒。关于做菜的秘诀，罗朗先生告诉我，食材、调料和烹饪器具的选择都特别重要。这道烤鱼吃起来真的是外酥里嫩，看来我也要升级一下自己的装备了。罗朗先生不只是一位厨师，更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用食物和这个世界沟通的人文地理学家。大厨还答应我改天来家里指导我做菜，开心。你来啦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等你好久了。哎，你好。你今天带了这么多菜，是准备做什么好吃的吗？就在我们那边过节，这个是经常吃这个烤牛肉，我就带了一块美国顶级的牛肉。这种的烤牛肉，最重要两个条件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用好的牛肉，第二就是一个好的烤箱。捆起来就是为了把它烤得均匀，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这样绑起来，然后稍微细一点的地方就会变粗，稍微粗一点的地方就会变圆，然后到时候是稍微比较均匀。粗一点的作用就是它会把表面的那个水分就吸出来，因为盐不是吸水的，对吗？正好我买的烤箱到了，这是西门子烤箱，我送给自己的圣诞礼物。大厨做的烤牛肉也太诱人了，我也来做一个广州特色的烤乳鸽给他尝尝。西门子烤箱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好上手的，对温度和时间的控制都很准确。烤乳鸽做好了，我还准备了两个蒸菜，也是用它做。今天的烤牛肉太棒了，又学习了一个大餐的做法。圣诞节马上要到了，快给家人做一顿丰盛的圣诞大餐吧，美食会让你们更懂彼此。